很多女人都十分介意自己的年龄，但要我说，年龄从来不是你成为女王的挡路牌。有些人未老先衰，但有些人却越老越年轻。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位传奇女性，这位现今105岁的老人还在喝酒吃肉，人生忙到没有时间思考死亡。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位今年已经105岁的大女孩，但我接下来要说的她的人生经历一定能给你启发，因为她活成了别人的人生坐标。媒体总是和她说要最近的照片，不要以前的，她却说这就是现在的照片。因为没有人相信100多岁的女人会有这样的精神面貌。替本恒子1914年出生，今年105岁。这位脸上涂着淡妆、一头俏皮短发的女士，是日本最早的女性新闻报道摄影师，至今仍活跃在摄影的第一线。每次前来采访她的媒体总是跟她说这样一句话，不要以前的老照片，要最近的照片。她也总是不耐其烦地答复道，这就是现在的照片呀。因为看起来太年轻了，加上时尚的装扮，人们很难联想到照片里面的是一位100岁老人。105岁的她是日本最初的女性报道摄影师，并且现在仍作为一名摄影师活跃在这个领域。71岁丈夫去世后，她再次拿起相机，开始自由摄影家的职业。她拿起相机拍摄的样子依然娴熟、从容、优雅，没有半点老气的样子。在96岁失恋时公布自己的年龄，把周围人吓了一大跳，但这位大姑娘没有被失恋和异样的眼光打倒，在100岁时举办了个人摄影展，还获得了最佳着装奖，是史上最高年龄获得者。而如今100多岁的她还在创造奇迹的路上。有人总问她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，她回答道，好奇心。提到好奇心这三个字，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童年。是啊，童年时代我们总是对任何事物都抱有好奇心，敢于冒险，敢于挑战。但替本恒子告诉我们，任何时候都应该充满好奇心，这样才能永远积极面对，充满活力。他说，我喜欢凝视世界，哪怕一点不知道的事情都要搞清楚，想用照片来折射出来。我可不喜欢想着我都多大年纪了再去行事。71岁本是许多人退休的年纪，但他却选择重新开始，仅仅因为还想要拍照，他就花费了6年时间周游日本。96岁旅行认识了法国南部雕刻家查尔斯先生，并开始恋爱。他说，工作使我对生活充满热情，而爱美则是我一生的必修课。人如果总做着跟自己年龄相符的事，那就亏大了。如今105岁的替本恒子依然保持着特别规律的生活，11点就寝，5点起床，听电视的英文对话叫醒自己的脑袋，然后一边看电视一边做体操，喝酸奶润喉咙，滴眼药水，再然后会浏览早上的新闻报刊，捡取想取材的人和感兴趣的事情，使用笔记本记下这些引起好奇心的事，还会记下新学会的英文对话和短语。他一直坚持自学英语。除了替本恒子的摄影作品，人们关心的还有他的养生之道。然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的他不让自己闲下来，哪有什么时间养生呢？如果说有保持年轻的法宝，那就是坚韧与热爱生活的心态。替本恒子的人生充满热情，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变得懒惰。
我们周围年过六旬的老人，退休了以后就是带孙子颐养晚年，他却精心打扮自己，每天穿连衣裙，连指甲和香水都不落下，细心的与心情搭配。他总是笑着说，幸好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看起来像26岁一样年轻呢。只要敢有奇妙思想，人生就有无限可能。美了一个世纪的辣妹替本恒子永远保持好奇心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活出酷劲，105岁还在创造奇迹的路上，这样的人生真让人羡慕呀。比起这位年纪大的姑娘，年纪轻轻便矫情的我们才是一群年轻的老人。她用自己精彩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，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，难得活着，有想要见的人哪里都想去，哪有功夫去死呀。有些人未老，不过心已如死灰，但有些人老了依然拥有一颗跃跃欲试的心。105岁的替本恒子是所有人的榜样，亲爱的，愿你也拥有这样的人生。